宋元抗战时期，中央民意代表曾娥选举连江县选举事务所的选务工作检讨会议，由连江县县长兼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主持，检讨这次办理选务工作的得失。福建省选举事务所委员吴汉江到场指导，东引、南干、北干、吉光四个乡的选务官兵都一会提出工作报告跟检讨。国军三民主义讲习班第二分班第三讲时期在马祖的官兵休假中心展开，为了帮助学员了解与认识，马祖防卫部特别在官兵休假中心设立了辅教馆，除了陈设团队精神以显示各项进步以外，并且把共匪暴行珍贵资料也加以展览。马祖占地连江县举办的第一届妇女护理训练班的毕业典礼已经结束了，他们这次在为期三个月的学习中很有成果，就将要展开服务的工作。